12月11日下午，韩国人气女演员李多喜因海外行程经浦国际机场出发，前往日本东京。当天李多喜身穿深紫色高腰外套，搭配深紫色牛仔裤，佩戴墨镜现身机场，虽穿着简单，但傲人身材尽显，十分引人羡慕。在进入机场后，李多喜应记者要求停下脚步，比心挥手供记者拍照。据悉，李多喜将出席12月12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妈妈颁奖典礼。最后视频还没第一线韩国报道。